接下来呢，我要给大家再演示一个基本的物理定律，牛顿第一定律所描述的现象。大家看，谁来啦？我们的顶流丁墩墩也来到空间站喽。我们先让墩墩来个空翻。大家知道，如果在地面，我把冰墩墩抛出之后，它会下坠。那么在太空中，如果我把它抛出，会是什么现象呢？我们一起来试一下。冰墩墩来喽！来吧。走。大家看到，冰墩墩并没有像在地面一样下坠，而是沿着抛出的方向在做近似匀速前进。好的，冰墩墩回来了。好的，大家看到冰墩墩还是在沿着原来抛出的方向做近似匀速前进，这跟牛顿第一定律所描述的现象相同呢。好，那么我要给同学们提一个思考题了。现在我们所处的空间站是在绕地球飞行，那同学们以你们的视角来看，冰墩墩还是在做近似匀速直线运动吗？为什么呢？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课后来思考。